看另外一面的竹溪桥，另外一面。水中有那个，水中有那个白鹭鸶。啊，恁拢问好者啊。今天水很脏啊，今天水比较脏，有一只白鹭鸶在那边。把它放大一点，就白鹭鸶在这边觅食。这里是台南的竹溪，白鹭鸶在觅食。再放大一点，再放大一点，再放大一点。好，两倍大，两倍大。它已经躲到那个草丛中了。好，一倍大。这里是竹溪，竹溪还有竹溪禅寺，前面那个建筑物是竹溪禅寺，那里面现在还有工程在进行。里面还有很多鱼，但是今天的水比较脏，今天水比较脏，鱼看不是很清楚。好，这是原来大小。哇，下过雨之后这个花长得很漂亮，白色的花，白色的花很漂亮。白色的花，还有红色的花，粉红色的，很漂亮。现在是有微解封，是不是？好像出来散步运动的比较多，人有稍微多一点，跟上个月来一比的话，有人有多比较多一些。
上面的花很漂亮，上面这些花很漂亮。上面的粉红色的花很漂亮，粉红花还有白色的花。白色的花，也有牵狗出来遛狗的，守凤凰桥。那条吊桥叫做凤凰桥，这里是台南的竹溪，竹溪在南区的体育公园，好，先到这里。